你不要生气嘛，等你们再大一点，我把你们送人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就不用出去戴野帽子，好吧？吓死我了！你不要这样子嘛，乖乖，我只是拍拍你而已。这只好可爱的，只是它们是野猫子，你看，我不能凑它们太近。这只好漂亮的，咪咪。怎么啦？摸摸好不好？摸一下，乖乖。我给你换个被子好不好？这个有点脏了，你不要咬我，我下去拿了啊！不能咬我，不能咬我，我拿去洗一下，拿去洗一下啊，洗一下，太脏了，太脏了，洗一下啊，乖乖，不要咬我，不要咬我，拿去洗一下，乖乖，太脏了。那个盆盆拿一下好不好？你出去，出去，我拿点猫粮给你吃。我拿下盆盆好不好？你不要咬我，不要咬我。盆盆拿去洗一下，我拿去洗一下好不好？我有点怕你。我拿去洗一下啊，顾哥，你别咬我。我拿去洗，拿去洗，对嘛，乖乖乖乖哈，我拿去洗一下啊。不要生气，我用裤子来摸摸你好不好？乖，不要怕我，乖乖哈，我这样摸可以吗？力度可以吗？看来是可以的。他其实就是怕了，野猫子嘛，怕人也正常。谁叫你是野猫子，没人要的家伙，还跑到我家里来。那只小灰我不敢碰它，它实在太凶了，把我抓了两下，不敢碰了。舒服吧？用手手摸是不是更舒服？每天都躲在这个位置，也不出来。不给你吃了，别吃。怕了，跟过街老鼠一样的，乖乖，跟我躲猫猫吗？速度好快，
停！哦，你吓到我了。他还是害怕，没办法，让他自己在里面静静。今天第21天啦，好像没有再对我哈气了。是这么怕啊？喂，你不要怕我嘛，你吃我的喝我的，你还这样子，没礼貌哦。这个，哎，乖乖。你说我这要是戴个手套，强入它，它会不会咬我吗？这个，试一下吧。我在的话，它就有点害怕。但是我想，它怕我的话，我就是越要亲近它，越要跟它聊聊天。是鸭子啦。对，那天玩，动一下。站起来了，好萌哦！这小家伙其实非常可爱，它是怕了而已。你看，站着的，一直保持着不动。我看你能站多久？我不动，你也不动啊！你看它好可爱，哎呦，转身过去了。橘子小娃娃，橘子小娃娃，昨天玩的好好的，今天怎么又这个样子？咪咪，我们昨天晚上玩的好好的，你怎么又这样子呢？咪咪，你还真的很凶哎！我们昨天玩的很好，你忘记了？你是不是都忘记了？咪咪，睡一觉就把我给忘记了。你睡一觉就把我给忘记了。我是不是应该多陪你玩几天？好坏哦！我昨天难得熬夜陪他玩了那么久，一点都不领情。你一点都不领情，妹妹，这家伙一点都不领情，妹妹，橘子，等一下吃，给他吃。